64，才智能量盛大者，或是口舌相对之，何以故？心里是恰人于凡，是非多故。凡是才华、智慧、能量越大的人，他的或是、是非口舌相对的也就越多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主要是由于他的才华、能量、智慧很大，所以他与社会的交往就频繁，接触的人很多，说话办事自然就多。这中间难免不出现多元化这样或那样的矛盾。同时，各种人的思想、水平、认识都参差不齐，对他的褒、贬、毁、誉也各不相同。这样自然而然，或是是非口舌就多。这是自然客观存在的科学之理，毫不奇怪。